授课老师请一位去你。阿弥陀佛，老师好。好，大家好。我们第二堂课呢，继续延续第一堂课，介绍这本书的一个大纲。那这本书《佛法概要》呢，是上海龙华寺明阳法师所著。那这本书的资料呢，主要是依照汉语系的资料来撰写哈。那因为有一些的资料，汉语系的跟南传的，它的资料呢，会有一些差异。然后这本书呢，它主要是宣扬大乘佛教，所以它很多的内容呢，会以大乘的这种角度去诠释、去说明。那我们第一节课呢，提到了第一章，那第二章，是佛陀教导的修正法门。第一章是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。那释迦牟尼佛说了哪一些法呢？那这些法，对我们有什么帮助？那佛说的法主要是让我们能够解脱生死轮回。那针对不同的根性，他说不同的法。那在第二章的修正法门当中，这边讲到了三类的根性，声闻缘觉跟菩萨。那这三类的根性呢，也可以分成两大类。声闻缘觉呢，我们把它叫做二圣。那菩萨呢，它是大圣。那这边第三章常随佛学的十大弟子，这个箭头是指向这个十大弟子，这十大弟子不是指向这个大圣。那这菩萨跟二圣呢，他的修正法门，他修的内容是不一样的。那我们说修正，其实修正呢，它涵盖两个部分，修跟正，就是闻思修正。那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基本上呢，必须经过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呢是发心，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修行，那第三个呢就是正道果位。好，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有三个阶位：发心、修行、正果。在第二章，它的内容，修正法门，修正，它的修行跟正果是不一样的。那修行跟正果不一样呢，它跟发心是有关系，发心的不同，你的修行内容会不一样，所证到的果位也不一样，所以发心很重要。那在第二章当中，佛他要教导的修正法门，可以说第一个是二圣的修正法门，那一个是二圣的修正法门，一个是大圣的修正法门。这两个修正法门当中，佛的说法本怀呢，是大圣还是二圣？他的本怀是大圣，但是因应当时的根基，
所以呢，他也兼说二圣法门，而且当时的根器呢，二圣的法门比较多，还是大圣法门的根器比较多一点呢？在印度当时，二圣的法门，根器比较多。在印度呢，其实它是一个极端，厌苦的一个社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呢，这个修道风气很强，而且我在想，印度的这种地理环境，其实它也非常的贫穷，所以呢，在这种极端的不好的环境之下，大家都是厌苦的，希望呢能够早一点解脱，所以呢，佛呢，他针对不同的根基，说不同的法。那基本上呢，我们说，这个修行正果的三个阶段，由一而二而三，由发心而修行而正果啊，这三个阶段呢，那也可以，把它分成三大类哈。发心呢，第一个是凡夫的发心，第二个二圣的发心，第三个呢是大圣的发心。那凡夫发什么心呢？凡夫发的都是真上身心，想的都是自己。不论他修布施持戒，都希望自己能真上身。真上身呢，就是你的现身更真上，来生更真上，所以我们都这个求福报、求神通、求名、求利，这种发心是小的。凡夫呢，就是小鼻子、小眼睛，所以发心非常小。那他发心发的是什么呢？他修的是什么呢？三福业啊，凡夫发真上身心。那修行呢，是修三福业、五戒、十善。他得到的果是什么呢？人天的果报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二圣。二圣的发心，二圣是发出离心。他修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就是这里的四谛跟缘起。那四谛跟缘起，四圣谛是缘起的归纳，缘起是四谛的演绎，广说呢就是十二因缘，归纳起来四个苦集灭道。那苦集灭道呢，一个是轮回因果，一个是解脱因果。那刚才提到了凡夫的发心、二圣的发心，那大圣的发心，大圣的发心呢是发菩提心，简要的它是菩提心啊。等一下我们会把菩提心再扩大成三心啊。那大圣呢，他发菩提心修什么呢？六度、四摄、万恨。正果呢，他证到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佛果。所以我们在修一个法，比如说你布施一个苹果，在布施一个苹果的时候，你可以有三种发心：发真上身心，我布施得福报，这是真上身；你可以发出离心，我布施苹果是为了要出离三界，得到解脱；你可以发什么呢？自利利他的心，我布施这个苹果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我为的是什么呢？我为的是广大的这个苦难的众生。所以如果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发心广大，你的动力就大所以我们讲信愿那个愿愿越强，愿越大，那个愿不是只有自己解脱，而是要让所有的众生解脱，你的悲愿大那你修行的动力也大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发心呢，就叫发大心，
注意哦，是发心哦，啊，不是这个此发非彼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花发哈、哦，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了哈、哦。好，所以在教义的说明呢，啊，他所修的内容是什么？我们看第一个是声闻，啊，所谓声闻跟缘觉呢，它叫做二圣，哈、啊。那其实呢，跟他的愿行有关，他发的愿小，啊，那也就是说，这个尘呢是交通工具的意思，啊。那他就是自己的骑一台摩托车，骑一台脚踏车，自己从此岸到彼岸，他也解脱了，大的交通工具，那你们准备开什么？开公车，开飞机，一次呢，跟着你呢几百人，这个无量的众生都可以到彼岸。那你们希望说，你们解脱的过程当中呢，是开小的交通工具呢，还是大的交通工具？啊，基本上呢，我们都希望开大的，但做的时候呢，都做小的，自己偷偷骑脚踏车、摩托车呢，好，所以呢。那个四弘誓愿有时候是一个口号，但是我们把那个口号呢变成一个行动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那个誓愿呢要内化到内心，然后再实践出来，我们时时呢要想到众生，我们不要只有想到自己，还好释迦牟尼佛呢，他是时时想到众生，还是 想到自己？还好他时时想到众生，还有这几位菩萨，慈悲悲智愿行，的这几位大菩萨，他都慈悲苦难的众生，好，那这个二圣呢？是声闻跟缘觉，声闻就是听佛的音声而达到解脱的，那缘觉就不一样了，缘觉相较于声闻它比较立根一点，它只要缘取、这个因缘法的无常法，体悟十二因缘，它可以自立而解脱。那在佛的十大弟子里面呢、也有这个缘觉的根性，然后有一位是哪一位呢？大迦叶，大迦叶呢，在经典里面呢，他有提到说，我如果没有遇到佛呢，那他也能够，靠自力而达到这个解脱。在经典里面佛呢是对大迦叶呢，非常特别。他曾经分半座给他，那他是属于那个缘觉的根性，那佛其实在面对十大弟子的时候，不同的根性呢，他都用不同的法去度化，那也不是每一个弟子都听他的，那有听他的都解脱了，那没听他的可能今天都坐在这里。那这个声闻呢，就是听佛的音声去实践而解脱的。听什么法而解脱呢？四圣谛。那这四圣谛呢，就是苦集灭道的四圣谛。那我们会轮回生死，一定有它的因。一个人很笨，有他的因；一个人很聪明，也有他的因；一个人很穷，也有他的因，一个人很富有也有他的因，有些人他的佛法、
这个一听闻呢，举一反三，也有它的因。有些人听了佛法，听了以后反对你三次，也有它的因，都有因有缘。所以呢，我们会流转生死，有它的因跟果。那苦集灭道呢，就是在讲轮回生死的因果。那还有呢，解脱还灭的因果。那苦集灭道的四圣谛的谛呢，是真实的意思。苦真实是苦，集真实是集，灭道。那在南传呢，他一般解释四圣谛是解释苦谛，苦之集，苦之集圣谛，苦之灭圣谛，苦灭之道圣谛，这是真实的四个真实的道理。佛在成佛的时候，第一次说法就是说四圣谛，让这个五比丘呢，这个证得圣道。所以四圣谛，不论是在阿含经，佛所说的法，就是四圣谛。四圣谛刚才讲到的，它就是缘起的归纳。那我们讲到四圣谛的内容呢，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呢？知苦、断集、正面、修道。知苦，苦呢有哪些？我们第一节课有讲到的三苦，还有八苦。那这个是一个果报，我们现在的苦呢是一个果报。那这个果报呢，这个苦果呢，从有情世间跟气世间所呈现出来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苦果呢？它的因是什么呢？它的因是烦恼跟业。所以这个苦谛跟集谛呢，就是惑业苦。我们会流转生死呢，就是因为有烦恼。烦恼简要的说就是惑，起惑就会造业。一般烦恼就是造恶业，造恶业呢就会感得苦果。你感得苦果的时候呢，你又起惑，起惑之后又造业，造业之后呢又感得苦果，感得苦果之后又造业，造业之后呢又感得苦果，感得苦果之后呢又升起烦恼，烦恼之后呢又造业，造业之后又感得苦果，不断的怎么样，就像轮子一样不断的轮回。我们真的要这样吗？我们真的要在这个世间当中，我们要在这个时间当中，我们要在这个三界当中，我们要在这个六道当中轮回吗？哦，不要。那不要呢，不是口中说不要就能够不要，它必须要有方法，它必须要有道路。苦集灭道的道呢，就是因了。三学八正道能入于涅槃。涅槃，它是一个解脱的境界，叫做涅槃。它有熄灭的意思。那熄灭什么呢？熄灭你的贪嗔痴。我们有很多的贪嗔痴，贪嗔痴是烦恼。我们不断的升起烦恼，不断的升起贪嗔痴，然后起惑造业，然后怎么样？感得苦果，感得苦果之后呢？我们还怨天尤人，把这个责任呢丢给别人，怪东怪西怪别人，绝对不会怪自己。那当你知道苦集灭道的道理之后呢，你就知道说，你现在的苦果就是你过去所造的因，你未来的乐果，你必须现在
造作这样的因，你才有办法感得乐果，不论是世间出世间也一样。有的人呢，只是做着天天想要生活过好一点，但不努力去工作，他的生活是永远不会过好。没有这个因，怎么会有这个果呢？没有这个因，怎么会有这个果？所以世间是公平的，佛法是公平的。你会发现你所受到的任何果报，公不公平？公平。所以从今以后呢，你要不要怨天尤人呢？不要怨天尤人哦，你要怨谁？怨佛陀好不好？啊，问我为什么佛陀？你看很多人不是跑到那个佛陀面前有没有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如果你是佛陀的话，那为什么不会这样？对，你造了这个因啊，你为什么不会感得这个果呢？当你开宾士住豪宅的时候，会不会去问佛陀说为什么会这样？会不会？不会。所以呢，这佛陀哈，看到众生哈这么没有智慧哈，也真的很傻眼哈。不过我们要知苦断己，我们要断除我们的烦恼，好，然后呢，我们要修去向于解脱的因。这个因是什么呢？这个因就是三学跟什么呢？八正道。三学八正道，它是一个让你得到法身的养分，解脱法身的养分。那这个解脱法身的养分呢，有三个，扩大的说有八个，可不可以再扩大？37个。好，那三学八正道37道品，好，戒定慧，好，然后八正道37道品，这是因。好，有这个因呢，就是能够去向于这个解脱的涅槃。那这个涅槃呢，如果以声闻来讲，它能够知苦断集正灭，它能够修道修三学八正道，它就能够体悟到无余涅槃。这个无余涅槃是自己解脱，自己解脱所作已办。那但是呢，它有没有去度化众生，让其他众生也解脱呢？没有。那所以呢，这个二圣呢，他发的就是出离心，他出离三界的心而已。那我们再看第二类，他也是二圣的根性，他的发心比较小，所以我们叫小圣啦。其实小圣没有贬的意思啦，就是他的工具，交通工具比较小一点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圆觉的根性。这圆觉的根性，它是体悟十二缘起。其实这两个呢，它是有点类似的。那四圣谛呢，它是讲因果。十二缘起它也是在讲因果。流转生死的因果。流转生死的因果是什么呢？因为无明缘行起惑造业，行缘四感得苦果，四名色六入畜受爱取有生老死，三世两重因果。十二缘起呢，他讲到三世，过去世过去造的因感得现在的果，现在造的因感得未来的果，总共十二个。如果你的烦恼没有断，那你就感得未来的生老死，存大苦聚集。如果还灭的话，无明灭则行灭，四灭生老死灭。你的生老病死呢，不再生老病死了，存大苦聚集灭，你的苦就灭了。好，所以呢，你要了知这个十二支，这十二支就是说，那你从哪里来啊？
啊，你从哪里来？啊，你从山中来？啊，不是，你是从哪里来？从无明原形行原识，你是从烦恼而来的。那，十二缘起他也讲到烦恼，那四圣谛他讲的烦恼在哪里？在极地哦，极地呢是烦恼的极起，起或造业感得苦果，起或造业感得苦果。那缘起的三世两重因果呢，它其实也是一样的啊。那其实佛法呢，简单的说，就是说因果。什么意思呢？就你造善因，感得善果；造恶因，感得恶果。啊，这个呢是等流果了哈。那也有，当然也有因是善恶，果是无记，哈，这是易熟果哈。好，那缘觉呢，他必须体悟啊，这个十二缘起。那佛呢，他也是体悟十二缘起而成佛啊。但是他的差别在哪里呢？他的差别是在他的发心的不同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，好，等一下我们比较一下菩萨跟二圣的差别。那这里呢，讲到缘起呢，它有三个内容呢，我们可以稍微思维一下。好，第一个呢就是果从因生，第二个世代理成，第三个呢有依空立。这缘起的道理，好，你如果从这三个地方，好，由浅而深，有这三个层次，什么意思呢？你现在所有的果报都是从因而生，叫果从因生。有没有可能说有果没有因？有没有可能？在佛教里面讲不可能。有果，你现在的任何一个果报啊，都是有因啊，包括你的五蕴身心，你的身心为什么会这样啊？有些人的那个身心呢？比如他的六根，有的长得庄严，有的长得不庄严，啊，那有的烦恼比较重，有的烦恼比较轻，有的智慧比较高，啊，有的比较愚笨，有人比较有财富，有人比较贫穷，啊，这个都是什么呢？都是有因有缘，啊，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果从因生。当你知道果从因生的时候，你很贫穷，好，假设你很贫穷，你知道说，哦，我这果报，我为什么那么贫穷？就是过去我都没有布施，好，你会不会生起烦恼？你如果有因果的证件，贫穷，哦，原来贫穷就是因为过去都没有修善业，那我就怎么样？现在立刻马上。修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原来郭台铭，啊，或是一些富豪，他是修了很多的善业，哦，他变富豪了。那我只要修的跟他一样，那我也怎么样？那我也变富豪了。富豪也没有什么难的啊。富豪有没有难？富豪其实不难啊，成佛都不会很难的，还富豪很难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你知道果从因生的道理，笨也没关系。啊，笨是不是？啊，笨是不是问题？啊，笨的问题是笨的人呢，还在那边自怨自哀哈，躺在那个坐在地上呢不起来，看有没有人哈来牵我这样，没有人会理你啦，谁理你？啊啊，我上课很忙。好，所以呢，知道这个因果的道理，你注意给他看哈，哦。十二缘起也是三世两重因果，四圣谛也是三世两重因果，这边也有，这边你看佛法的核心缘起跟什么因果，其实缘起就是因果，因果就是缘起，因果就是四圣谛，四圣谛就是什么呢？缘，就是因果。所以佛法实在是太简单了，
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？佛为什么又要把因果讲得那么难，又讲成四个，又讲成十二个？他如果要讲详细一点，就跟你讲四个；如果你想要再更详细一点，我就跟你讲几个，十二个。因为不同的根器啊，那以前的人立根哈、哦，听两个他就懂了，就有因果你知道哦，我知道，我赶快去修行了哈、哦。现在人不行，你要一讲、再讲、三讲、四讲、五讲、哦、好啦、哦、勉强呢，既然讲了，老师讲了，我只好、哦、去修行了。现在人顿根还是立根？现在人比较钝根，好，好，那这个是二圣，好，那二圣刚才提到缘起果从因生四代理程，那个四代理程是什么呢？那个理就是缘起的道理，缘起的道理在四相上，所有的四相都不离这个道理，叫四代理程，所以理是一，四相是多啊。那第三个呢？有依空力，这个有依空力，缘起有必尽空，因缘和合有，但是呢，其实呢，它没有一个实有，没有一个恒有。比如说很笨的人，好，我现在很笨，他会不会永远很笨？不会。这个有呢，其实呢，它是性空的，你的苦也是性空的。你的福也是性空的，因为因缘和合，你有修福，所以你有福报。其实它不是实有，也不是恒有，不会永远都是福报好，也不会永远都是笨的。好，那是因缘和合而有的。所以站在缘起立上，这个有是依空而立。你如果能够体悟到毕竟空，毕竟空性，在缘起有当中体悟到它的。啊，无常无我，体悟到他的无常性，体悟到他的无我性，体悟到他的毕竟空性，你就能够去向你极灭涅槃。好，这是讲到缘起。那第三个的修正法门，我们讲到菩萨了。啊，这菩萨呢，啊，就是这边所说的，本书主要是宣扬大乘佛教。好，那在我们的。汉传佛教中国的划区呢，我们主要弘扬的呢也是大乘佛法。我们绝对不是只有治疗和自己解脱而已，好，我们要自立，我们要利他。那如何自立利他呢？他要修行的法门呢，这边有提到要修六度、四摄、万恨。好，那六度呢？他这边提到说成熟自由情，我们要自利利他的圆满嘛，哈，你自利要圆满，要修福跟修慧，你要修福，你要修慧，福慧的圆满才能够成佛。自利圆满，利他圆满，利他圆满要修什么呢？成熟他有情要修什么呢？四摄。那这个成熟自有情，成熟他有情，自利利他的圆满，好，那你就跟释迦牟尼佛一样。那这里呢提到了菩萨呢要修六度四摄，好，总卦的说，简略的说，概要的说，这六个呢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你要修布施，无量的布施，无量的持戒，无量的忍辱，无量的精进，无量的禅定，无量的般若。那大略给它归类一下呢，你看到、哦、这边有自利利他哦，这边也有偏重说的自利利他。布施、持戒、忍辱呢，这三个我们说，这三个叫做什么？施戒福叫做什么呢？施戒定。哦，如果施布施持戒再加上禅定的话呢，这三个呢就三福业嘛。哈、哦，
那但是在六度当中，它的配法有多种了哈。那这里呢，他提到布施、持戒、忍辱呢，这是利他的福德道啊。我们要福慧圆满，福慧两足尊嘛哈。那禅定跟般若，定跟慧呢，这是自利的智慧道哈。那精进呢，是通福德跟智慧，也就是说，你修福德道也要精进，你通。修智慧道的止观呢，你也要精进，所以这个精进是怎么样？通二道。好，这是修六度啊。那六度当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六个当中，眼睛是谁？五度如盲嘛，般若为导嘛，哈。所以最重要的是谁？最重要的是般若啊。这个呢，五度如盲，般若为导。好，那当然，这几个呢，基本上都要等持的去修学了哈。那我们在修六度的时候呢，他这边有提到说，菩萨在修六度。要依三心修六度，那三心是什么心呢？三心两意，不是那个三心哦，是什么呢？菩提心相应，大悲为上首，无所得为方便。菩提心、大悲心啊，般若的无所得的空慧为方便，这三种心去修。这个六度啊，依三心修六度，依六度圆满这个三心，去圆满什么呢？去圆满你的大悲心，去圆满你的菩提心，去圆满你的无所得的性空智慧。有一些人为什么说他的修行哈，他没有办法产生动力去修习修学佛法，就是他的发心哈没有正确。你的发心，如果说 你就好像那个父母亲一样，一家人都要靠他，没有啊，这个一家人十几口都要靠他，啊，十几个人都嗷嗷待哺，那个父亲跟母亲会不会精进的去赚钱？会。那我们是当那个父母亲，还是我们当嗷嗷待哺的？啊？如果你的发心是像父母亲一样，发的是什么呢？发的是菩提心，我要去利益众生，你就会勇猛的去，就像父母亲去赚钱。如果你发的是跟菩萨一样，好，那你就会勇猛的去赚钱，赚什么钱？世间人赚的是钱财，修行人赚的是功德法财。所以他为什么没有动力？就他等着嗷嗷待哺。所以我们发心，我既然要修行嘛，发小心也是，也是心，发大心也是心，干脆怎么样？一不做二不休，发大一点嘛，对不对？他就要哦，扭扭捏捏的这样哦。那闽南话说。干脆哈，不是要斗的好啊，对，跟他怎么样？拼了，拼了，对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赌啊，赌没有了。好，那这个三心呢？好，我们这边有提到菩提心相应，大悲为上首，空慧是方便。其实这菩提心是很重要，菩提心有愿菩提心、行菩提心。那个愿菩提心是什么？就是刚才所讲的发愿。发愿其实很重要。其实我在修学佛法呢，很多时候呢，就是靠这个发心而活下去的。为什么呢？那比如说我们上课啊，那众生呢，希望你讲详细一点，还是打混摸鱼这样混过去？详细一点。详细一点，所以我们就要好好怎么样？我们就好好准备啊，为了众生。而来宣扬佛法，那种心呢就会广大。好，
其实我自己懂哦，懂就好了。其实写那么多干什么？是写那么多会不会累？哎，还蛮累人的，咖啡还多喝了好几杯。被卖咖啡的赚了不少。好，这个菩萨呢，好，他修的是六度，还有第二个是四摄。四摄呢是成熟他有情，四摄利利他的圆满。四摄呢是布施爱与利行同事。你看，布施想到的是众生，爱与呢，爱与要跟谁爱与？那也是众生嘛，哈。那爱与是什么？是甜言蜜语吗？不是。爱语是什么呢？爱语是佛语，是正语，好，这些是爱语，好，能够让他能够好向于佛道的语言，好，不是绮语哦，不是恶口哦，好，不是两舌哦，利行，你看到、哦、利他，同事，好，同事呢，他要做什么，我们跟他一起，你害怕，我跟你一起做，好，好，这是成熟自有情，成熟他有情。那另外呢，菩萨呢，除了这个修六度，修四摄，修万恨，还有呢，在菩萨里面呢，很重要的就是修菩萨戒，那这个菩萨戒呢，就是摄律仪戒、摄善法戒、饶益有情戒。这个律仪戒呢，就是、比如说我们说五戒、五种学处，就是律仪。那比丘呢、也有250戒、比丘尼戒，这些都律仪戒。摄律仪戒、摄善法戒，摄律仪戒呢是止恶，摄善法戒呢是行善，最重要的是这个饶益有情戒，利他。其实佛法学习的要目呢，就是什么呢？止恶、行善、利他。那以佛说法的一个本怀呢，主要是这个利他。那这是提到了我们第二章佛陀教导的修正法门当中，他的修正。那这个修正呢，我们如果说把它再扩大一点，信解行正，那个行呢，修呢就是行了哈，信我们要有正信，正信呢，我们说要信十德能嘛哈，那个德是什么？三宝的清净功德啊，三宝的清净功德，佛法还有什么呢？身，有正信啊。有正信呢，信解行正，有正信你就有那个善法欲，信为欲依，欲为情依，所以那个正信也是很重要。我们就因为没有正信，所以呢没有善法欲，也不会精进。越有正信的人，他正信什么呢？正信四谛，正信缘起，正信因果，正信三法印。他知道说如是因如是果，一定要透过这个管道，要透过这个方法去修行。唯有这样的方法，才能够让我们得到现世乐、来世乐、今生得到这个真上乐，能得到决定胜，能够得到解脱，能够去向于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好，所以在这个教徒当中呢，这都是属于圣者。我们早上有提到说，我们为什么要学佛？我们要离苦得乐，我们要解脱轮回，我们要得到智慧，我们要断除烦恼，我们要转迷成悟，我们要转凡怎么样入圣？转凡入，这是三类的圣者。所以这个三个叫做什么呢？三圣。好，三圣，我们也是圣，我们是圣下的圣，这个圣呢，这三个是圣，三类的圣者。那我请问一下，你们要以哪一个为目标？声闻缘觉菩萨，要以哪一个为目标？
菩萨，哦，所以你们看起来眼高，眼也蛮高的嘛，哈，哎，但眼高我没有说你们手低啊，好，佛说法的本怀是这个了哈，所以那个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呢，我们说它叫做释迦什么呢？释迦菩萨。好，比如说《金刚经》里面呢，他在过去生当中呢，好当什么？他当什么？忍辱仙人。好，他结节怎么样？枝节。好，啊，他有没有生气？没有。所以我们要学他。好，如果有人跟你结节、枝节的话，好，哎，那就要修哪一个波罗蜜？啊？忍辱波罗蜜。我看不要人家给你们节节枝节啦，骂个两句就受不了了哈，骂个两句就怎么样，啊，就 key down 就跳起来了哈，要真正去把佛法的内化到内心，内化到内心之后把它实践出来，这才是佛法，不然的话这些都是佛学，实践出来叫做什么呢？学佛，啊，不过没有关系，啊，我们本来要信解行证嘛。那个信解三宝了解之后呢，我们去实践。好，那这个释迦牟尼佛呢，他其实他也累积了无量啊，无量劫三大僧祇劫，累积了很多的福报跟智慧，方便跟善巧的度化众生。那我们再往下看，好，那在这个教义上面呢，好，他讲到了声闻缘觉菩萨的四圣地缘起六度四摄之外呢，在第四项他讲到佛法的核心，你看佛法的核心还是离不开这边的基础的缘起啦、四圣地啦、因果啦、三法印啦，一时相应。那三法印呢，它是诸行无常、诸法无我跟涅槃寂静。其实三法印呢，它是检验是不是佛法，就用三法印去检验。那我们所说的法，所实践的啊，这些身口意呢，有没有符合于诸行无常、诸法无我啊？那这个啊，它是三法印呢，它是一个啊佛法的一个核心。那另外呢，还有佛法的判摄。佛法的判摄呢，他这边有提到了两项，就是天台的五十八教，还有贤首的三十五教。佛法的判摄除了这边的判摄之外呢，比如说大乘佛法又讲到大乘三系，中观唯识如来藏。其实在佛典的说明它非常有体系啊，非常有次第，它结构也完整。现在的人其实如果没有把佛法学好的话，其实很对不起一个人。哪一位你知道吗？很对不起这位释迦牟尼佛。好，对不起有四个翻译家。其实最重要的，你对不起一个人。对不起你自己啊。在佛教里面讲啊，在经典里面讲啊，佛法难闻啊，人生难得啊。人生难得，在上次有跟大家提到说，他有盲龟浮木的故事嘛，还有针线的故事嘛，哈。针线不是那个针线琴哦，哎，针线的故事是那个一个在须弥山上面，好拿线。一个在须弥山下面拿针，就好像一个在玉山上面拿线，一个在玉山下面拿针，那个线呢就从玉山上面丢下来，山下那个拿针的线呢刚好这样穿过针，得到人生是这么困难，你们对得起你们自己吗？你们有好好学习佛法吗？没有，我是在问我自己了。我常常是问我自己，
好，因为你不要认为说你这辈子得到人生了，你下一辈子还会得到人生，我自己都没有把握。失去人生了，你要再得到人生，那难了，非常难了。何况说，尤其在座的，出家众，不止得到人生，听闻佛法还怎么样，还出家，哦，那实在是太殊胜了，所以呢，要把握这样的因缘，好好的精进。这精进呢，自力，还荷担什么？荷担如来家业，你不要那个如来家业都是叫谁荷担？十大弟子、五大菩萨，你也分摊一下好不好？而且有时候我们还成为十大弟子、五大菩萨的什么负担啊？奇怪，我今天下午怎么讲课那么重？好像意有所指。好，那我们第三章讲完之后呢，其实第四章，第四章五大菩萨，第三章常随佛学的十大弟子，这十大弟子呢，各个呢，他其实呢，对佛法，他都有一个很深的体悟，比如说那个第一个呢是什么呢？第一位呢是舍利弗，他是智慧第一哈。那这两位应该是一起说了哈，他们两位目犍连是神通第一，两位这两位叫做什么呢？这两位呢，他是在佛陀的左右，一开始是这两位了哈，最早呢，他就是这两位弟子，这两位弟子是双贤弟子嘛哈，上首弟子，那他们两位呢也是比佛还要这个早灭度哈。那这个第一位呢，舍利弗哈，其实在早期的时候，在僧团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呢，都靠那个舍利弗。譬如说，当时那个提婆达多有没有？提婆达多他不是那个他想要自立僧团为佛嘛？就把那个很多比丘带走，谁去带回来呢？这个舍利弗哈。好，所以舍利弗呢，这个他对僧团的他的一个贡献呢很大，然后呢，他对家人 也是一样，他家呢，因为舍利弗的关系，他总共有六个阿罗汉，再加上他一个，总共有七个阿罗汉。那他要在临终之前入灭之前呢，他这个回家，他因为他妈妈不信佛嘛，那最后呢，他回去以后呢，他也度化这个妈妈，后来证到这个出果。好，这是讲到了这个舍利弗。那舍利弗呢，在很多的那个大乘佛典当中呢，我们也会提到这一位舍利弗，他是很多佛典的他的一个当机众，舍利弗。那目犍连呢，目犍连是神通第一，那他有名的就是这个目连救母。那还有呢，第三个呢是大迦摄，这个大迦摄他是陀陀第一。刚才提到说佛陀呢分半座给他的，就是这个大迦摄。那佛这个入涅槃的时候，第一次结集呢，那个召集人就是大迦摄。那刚才也提到说他是什么根性，他是圆觉根性。那
在佛的弟子当中，主要是声闻根性的，那他是比较特别的，所以他也提到说，佛不出世，我也要成正觉。那从佛典，从佛典这样看，其实那个释迦牟尼佛在管理僧团的时候，也发现说，其实僧团也不好管理，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听他的，包括十大弟子也一样。那个大迦叶就是一个例子嘛，因为他修苦行嘛，那年纪大了以后呢，释迦牟尼佛就跟他讲说，哎呀，迦叶尊者啊，年纪那么大了，餐风露宿的，那住在这个树下坐啦等等啊，你还是回到僧团吧。那大迦叶有没有接受那个佛的劝导呢？也没有。那但是呢，他就是坚持这个苦行。那刚才提到说，第一次结集，佛灭的第一个夏天呢，就经典结集，迦叶尊者是召集人。但是呢，我们上一节课有提到说，部派的分裂分成上座部跟大众部嘛，上座部是保守派，大众部是开放派。那迦叶尊者他是保守派还是开放派呢？他是保守派，所以他很多的尤其在戒律方面呢，他都以最高的标准严格的标准来定。那因为对戒律佛弟子的不同呢，那后来呢就产生部派分裂。那他第一次结集的时候，他跟谁呢？意见有点不太一样呢，他跟富楼那，对戒律的他的理解，这我们后面会解说他的四缘。那看法不一样，一个保守，一个开放，一个可能比较宽松一点，一个比较严格。请问一下，你们比较喜欢规矩比较严格，还是比较宽松？老师呢？老师喜欢规矩。你可以先回答我，我先问的。你们喜欢严格，还是比较喜欢宽松？啊？该严的时候要严，该宽松的时候。有人回答了一个问题，很好，注意哈。一般呢，团体里面都有三种人，严格的、宽松的，然后还有一个中间路线。我不要太严格，也不要太松，但是严格上其实是两种了，它不是偏严格，就是偏宽松的这样。那对。那我请问一下，二圣跟大圣呢？这会比较偏严格，还是这偏严格？二圣人会比较偏严格，大圣会比较偏宽松，是吧？因为大圣因为要利益众生嘛，所以他会开很多的什么呢？方便有时候会出随便，那这就不好。好，那这个大迦叶大迦叶呢，他是修苦行。然后呢，刚才提到说，迦叶呢，大迦叶尊者跟富楼那有时候意见会有所不同。其实他跟谁呢？他跟阿难有一些的意见也不一样。譬如阿难这个女众比丘尼呢，比丘尼比较喜欢阿难还是比较喜欢大迦叶？阿难，没有悬念。阿难的关系，我们女众才能出家，他跟佛陀请求。对，就是他的姨母嘛，摩诃波舍波提嘛，他要请求出家嘛。其实摩诃波舍波提他也证到阿罗汉了，
比丘尼很多也证到阿罗汉，但是反对的人是谁呢？反对那女众出家的就是修苦行的大家，所以、哦、这两位、哦、对戒律你看、哦、的看法跟理解会不会一样？绝对不一样的。好，所以当然第一次结集的时候，好，一开始有没有让阿难进去呢？没有。好，那相传是因为什么关系？他没有证到阿罗汉嘛，那是出国而已嘛。好，但阿难尊者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他一个晚上还没天亮就怎么样，就哭哭哭，跟阿难跟大迦叶讲说，啊，我已经证果了，啊，那大迦叶说，那你既然证果，你就直接进来吧，好，好，那这个是讲到这个大迦叶，好，那大迦叶呢，还有一个事迹就是，好，那个释迦牟尼佛呢，把那个袈裟有没有交付于大迦叶嘛？哈，那现在大迦叶现在在哪里呢？保存着这个袈裟，准备要传给弥勒菩萨，在什么山？鸡足山吧？哈，啊，有此一说。哈，好，大迦叶呢，算是在十大弟子里面，哦，他的影响力算是比较大的，哦，那佛的那个土比大典，哦，也是大迦叶主持的，哦，好，接下来我们看那个第四个呢，是富楼那。富楼那呢是说法第一，哦，他很会说法，气理气机的说法，他是最佳的布教士，哦，如果你想要学佛学习说法，哦，他的像可以给他好立起来，天天礼拜。好，说法地拜了以后你会 很会说法。这富楼那呢，有一次呢，对那个频婆娑罗王说法。频婆娑罗王呢是被谁囚禁呢？他被那个阿舍斯王嘛，哦，囚禁起来嘛，哦，那囚禁起来的时候呢，那个富楼那就去跟他说法，哦，他说你虽然被儿子呢囚禁了，哦，但是呢你的心呢没有被囚禁，哦，世间的人呢都被名利所囚禁了，他们都进监狱了，哦，但是你没有，哦，所以他那个富楼那呢，他非常的会说法。那还有一个是大家比较知道的，就是说他去边地嘛，哦，他去边地说法，哦，那人家骂你，哦，那你怎么办？他说还没打我，如果打我怎么办？哦，还没打伤，哦，那如果给你打伤怎么样？哦，还没给我打死，哦，好，这是这个富楼那。这富楼那呢，他的性格跟头头第一的大迦叶是不一样，大迦叶是不说法的。好，所以大迦叶呢，它是什么根性呢？圆觉的二圣根性。那这个富楼那是什么根性？它是近于菩萨的根性。好，所以其实我们佛弟子也一样，有一些人是比较属于声闻根性，有一些人比较属于独觉根性，有一些人是属于菩萨根性。好，这是富楼那。那第五个呢是阿那律，哦，那阿那律天眼第一嘛，哦，那比较典型的典故就是佛说法的时候那打瞌睡嘛，然后被这个被佛骂，哦，骂了之后呢，他就从此呢他就发愿他不要怎么样，他不睡了，哦，那后来呢几天之后因为没有睡，哦，那眼睛就瞎掉，哦，那后来佛呢就叫他金刚照明三昧，哦，不久就证得那个天眼通。
所以在佛寺、哦、你看碰到佛多好，眼睛瞎掉都就变成什么啊，天眼通。所以 碰到佛还真好、哦、碰到副院长的话呢我也叫你们去看眼科好，不过这个、哦、那个阿那律他会得天眼、哦、这有两个说法、哦、第二个说法呢是就是他过去生、哦、他修很多的善法、哦、这个、用这个香灯啊供佛啦、累积了很多的无量的、福德资量、哦、他有这两个这样的一个说法。那第六个呢，第六个是须菩提、哦、这须菩提是解空第一、哦、其实我们凡夫呢、我们一般很难去体悟空性、哦、但是须菩提是解空第一，他除了解空第一，我非常欣赏这一位须菩提，他还有一个第一叫做、什么第一？无真三昧第一、嗯、无真三昧呢，他修这个法很厉害，他不跟众生争，为什么不跟众生争呢？他去观众生呢，众生苦不苦？众生已经很苦了，我再去跟众生争的话，众生会苦上加苦、哦、所以呢、他修这个无真三昧、哦、那在金刚经里面须、菩提他也是一个当机众，在般若经里面、哦、这须、菩提呢常常也是、当这个当机众、哦、那另外呢、还有一个公案，就是佛道道立天为母说法的时候啊、回到人间、啊、第一个见佛的是谁、啊、就是须菩提、啊啊、这须菩提 他有一个是、这个无真三昧第一、啊、那摩诃迦旃言，摩诃迦旃言他是议论第一、啊、那个议论第一呢、啊、他对佛的那个教法呢、啊、他能够去、融通，在龙树菩萨呢在归纳部派佛教呢，在部派佛教的他的典籍他把它归成三类、哦、其中一类呢就是摩诃迦旃言里面的一个叫做昆乐门、哦、还有一个阿毗达摩门，一个叫空门、哦、归类成三个门。那个昆乐门呢就相似于论点了、啊，刚才提到说第一次结集的时候一般的说法是讲到金跟律嘛，好，那其实论的形态也有，那论的形态呢就是、啊、有提到的就是提到这一位摩诃迦旃言、啊、那第八个呢是、优婆离、啊、优婆离呢是持律第一、啊、或是、这个持戒第一、啊、这优婆离他是奴隶出身，四姓阶级里面的奴隶、所以呢、这个佛教呢它提倡人人平等嘛、哦、那印度四姓阶级、哦、首陀罗吠舍、这个婆罗门跟刹帝利、哦它是持戒第一。那在第一次阶级的时候它就是负责从、这个律、哦、金是阿难嘛、哦、律呢就是优婆离、哦、他以前是那个释迦族的理法师、哦、所以他是建筑、哦、那他很重视这个行住坐卧的四威仪、哦、他优婆离、优婆离呢他也有上首的意思、哦、就是上首弟子、哦、好，罗侯罗，罗侯罗是密行第一，罗侯罗是那个释迦佛的儿子、哦、那后来呢这个他请那个舍利佛、哦、出家的时候他找舍利佛
剃度，他是最早的那个沙弥，就是罗侯罗，他也证到四果。那第十个呢，第十个是阿难，这阿难尊者他是多闻第一嘛，他在佛陀的身边呢，他当了很长的一个侍者，他是在佛的有一个说法，他是佛的成道日呢出生的，阿难或是我们叫阿难陀，他汉译叫做庆喜，他是阿难是佛的堂弟，你会发现哦，这里有很多是那个佛的堂弟哦，那个阿难呢，他也是属于什么呢？他是属于外貌协会的哈。那因为他实在是长得太庄严，颜值太高了哈，所以呢，佛允许他穿那个腹肩衣啊，本来这样应该偏袒右肩嘛哈。那因为他那个太庄严了，好。在经论里面提到说，面如镜满月，他的脸像满月一样很圆满，眼如青莲花，莲花我们都不是会去赏花赏莲花有没有，所以阿难端正其身明镜，他说女人见之欲心激动，他是譬喻啊，譬喻说像莲花一样，你看我们看到莲花，我们会不会这莲花好庄严哦，好清净哦，然后呢就晕倒在旁边，所以阿难尊者可能不能出来说法，说法之后可能会倒一片哦。救护车会这样常常就过来哈。好，这是阿难，所以那个有一部经呢，叫什么经呢？楞严经。好，楞严经就是在讲那个阿难跟摩登伽女啊。其实呢，我蛮同情摩登伽女的，好。因为他们过去一生是夫妻嘛，哈。但是呢，因为他真的是障碍修行了，哈。老师，为什么摩登伽女他一证果就是四果，可是阿难只有二果？这个问题有点难，我回去静坐一下。其实在佛事当中你注意给他看，比如说那个舍利佛，舍利佛有没有？舍利佛是怎么证果的？舍利佛是听到马胜比丘啊，马胜比丘是谁呢？马胜比丘是五比丘当中的第二个，第一个叫乔成祖，第二个呢叫做阿梭氏啊，就是马胜比丘啊，他出来讲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嘛，讲缘起法嘛，他就讲缘起法，他就讲缘起而已，就讲缘起而已，他就证出果，他不止证出果呢，因为舍利佛跟目犍连约好嘛，他们同一天出生，他就说他们都跟外道出家啊，两个那个。Maggi 的好朋友，他就说我们约定好，我们都出家修行，如果有听到什么的好的法呢，就要告诉我，要互相告诉这样。他听到马胜比丘呢讲缘起法，证果了，证出果，他就问他说，请问一下你师父是谁？我师父是就是这一位释迦牟尼佛，请问他住哪里？竹林精舍。他问好了之后呢，他就去找谁？不是找副院长，他是找
穆建莲有没有？他就跟穆建莲讲说，我听到一个法，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又怎么样？又证果了，莲证哦，不是佛说法哦，他是听到佛的法，他就证果了。所以呢，在佛教里面讲到说，见缘起即见什么呢？见缘起即见法，见法即见佛。所以我们没有见到佛陀没有关系，我们有见到他的什么呢？法，见法是重要的，见法是重要的。好，所以我们为什么来这边学习佛法？只要能够体悟跟佛所说的缘起法一样，四圣谛的法一样，马胜比丘的法一样。好，不过马胜比丘他是，好，他的威仪也很好啊。好，所以注意那个威仪要很重要哦。好，尤其出家这种走路不要像七爷八爷一样，好，要像马胜比丘，人家会说。请问一下，你是在哪里读佛学院？哎，不要人家看到你哦，人家就摇头哈、哦，每次摇头完也摇头啊、哦。好，那这是讲到了十大弟子，那还有呢，后面的五大菩萨哈、哦，是弥勒菩萨，哦，他是下一尊佛哈、哦，他是大慈；文殊菩萨呢是大智。这个大智呢，你看这个大智跟十大弟子哪个有关？舍利弗他也是大智哈，普贤呢是大行哈，观音菩萨呢是大悲，地藏菩萨是什么呢？大愿哈，悲智愿行哈，悲智愿行前面再加一个慈，就是慈悲哈。弥勒菩萨是下一尊佛嘛哈，那其实菩萨呢，他大体上哈。这三个呢都是现在家相，现那个天人相，有没有？地藏菩萨是现什么相？出家相。那弥勒菩萨是现什么相？出家又在家。好，有没有弥勒菩萨又现出家相？那我们斋堂的那个弥勒菩萨是，他也是天人相。 好，我们要学习菩萨，这尊很重要，好，这尊也很重要。好，这是智慧的代表。那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是修什么法门？他修唯识嘛，哈。常常有人说，三系里面哈，他认为某一系是最好的，然后就歧视那两系。好，比如说哦，他中认为中观最好。对不起，下一尊佛是修什么？注意哦，下一尊佛是修哪一系？唯识哦，他是修唯识观哦。好，其实呢法无高下了哈，那契机为上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我们这一个学期呢，我们大概会上到这本佛法概论的第四章啊，那第五章以后呢是下个学期，那我们预计呢一年的时间上完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。我们回向，大家请合掌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众生与我等，皆共成佛道。非常感谢大家。